前两天刚看完《流浪地球二》，这不我又进入状态了。所以你看，今天拍摄我都选了这种有末日感的废墟场景。不仅要有末日场景，造型也必须得配合，机能风是再适合不过了。不过我身上这件龙牙天玄机能风衣并不只是看着帅气，我敢叫它铠甲是因为它的面料里竟然加进来了 UPE。 说到 UPE 你们可能没概念，但是一说大力马你们应该知道这是什么了。它的耐磨性甚至超过了钢和碳纤维，在鱼线、缆绳、防弹衣里面都有广泛的应用，比普通棉质衣服的耐磨性和抗撕裂性都要强上很多倍。全身配有18处装载点、13个口袋、5个挂载点，你的各类应急装备都有它的归属，所以我感觉叫它哆啦 A 梦也不过分。龙牙这个天玄风衣还能和它同品牌的内胆激活连接，使用场景上又能够多很多，可以根据温度的不同进行衣物增减。怎么样，要是末日来临，你是选择窝在被窝里面躺平，还是穿得帅一点去对峙绝望？爱你孤身在暗巷。